国立国小利用暑假开办两礼拜学历入学乡土文化认识课程，在课程的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展，丰富的学习成果，阁有手工 DIY 作品，拢在成果展当中精彩呈现。每一位参加的学生不但过了充实的暑假生活，也感觉这个课程真有意思，希望寒假也当开办这款学习课程。你们都收获满满哈！就到了夏日的全校上吧，好帅哈！校长郑新雄以一办法结业证书，保利国小为期两礼拜夏日落学圆满结束。以台语甲客语为教学中心，设计多样的学习课程，唔呐带囡仔参观故乡特色产业，更加有丰富的手工课程，让学生过了一个充实的暑假生活。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也知道缝针的方法，也可以知道马吉的做法。然后也做到很多作品，跟平常学校的上课有什么不一样？比较有趣生动。在学校的课程就没有那么多，可以缝东西或者是做花。可是在这边，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东西，例如说花、风铃啊、花布那些东西。而且我们也可以出去玩，然后去学到更多东西，在以前的学校都学不到的东西。我们把闽南语跟客语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在课程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让孩子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语言方面能够有一些这个更深入的学习。我想这是老师们他们精心的安排这样的课程真的非常深受我们学生跟孩子们的一个喜爱。生动活泼的客家歌在学生精彩表演中呈现，透过丰富的课程内容融入母语教学，让学生讲母语的能力也大大进步。学到很多物件，会当有提物件做花，真好耍，真趣味。啊，台语有较进步？有，应该好多同多客家文化。为什么？因为从这个活动当中可以学习一些手工艺品。那这样客家话有没有进步很快？有。成果展中也呈现了两礼拜课程内学生手工所做的作品，展现令人满意的学习成果。课程结束，学生是感觉真可惜，期待唔那是暑假，明年的寒假也会当开办这项课程。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